果更为狡猾的兔狲。兔狲会在合适的时机一口咬住准备从洞口外出找食吃的鼠兔，完全可以说兔狲就是鼠兔的噩梦。不仅要应对来自地面的威胁，高原鼠兔还得小心天上飞的猛禽。青藏高原上分布有诸如秃鹫、苍鹰这样的猛禽，它们对穴居的高原鼠兔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天上飞的猛禽在发现地上奔跑的鼠兔时会
观上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，但同时也对改善自然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曾经有人认为鼠兔打洞会导致土壤疏松，保持水土的能力下降，但现实表明鼠兔巢穴附近的土壤保持水土能力更高，是普通土壤吸水能力的2至3倍。此外，鼠兔并不是导致草场退化的元凶，相反，是退化的草场吸引鼠兔前往筑巢，而草场退化的直接原因则是过度放牧。这是认知局限导致的恶果，也是保护野生动物以及自然环境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。人类并没有随意干涉生态环境的权利，妄图让生态环境按自己的规划发展，反而会自食恶果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，同时也为了保护人类自己，请不要过度干涉生态平衡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